锵锵三人行，这个小木一来，我们难免也扯一扯日本的风俗业，对吧？好像徐老师还有一个段子没讲出来。这个日本汉学家中文讲得非常好。我宁愿相信是真的事情哈，不是他故意污蔑中国哈。他住了一个大概四星级的酒店，然后出来以后就有一位中年的妇女上来跟他说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大家明白哈，就是我去哪里玩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他呢，你知道他笑秀他的中文嘛？他就说：“哎呦，不要啊，什么什么这样。”那个人完全没听出来，然后就开始做动员工作，他就说憋得对身体不好。然后那个男的就是说：“我南方来的，这个不适应，南水北调。”这个后面那句把我们全喷了。南水北调，太不像我的文化水平不得了。这个案例、讲道理，讲道理，什么讲道理？哎，这个当然，咱们这个不光是南水北调，你看。你不要谈性嘛，那就谈政治，对吧？人家这个小木的前半生基本上是姓氏，对吧？但是人家小木现在已经从政了、哎、将来我们祖国希望你在日本替我们发声啊，好，对吧？好，他先想选新宿的议员，然后将来还要选东京都的议员，对，虽然这个选上的把握也不太大，是吧？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当议员呢？我觉得因为在改革开放35年以来，到日本已经有将近80万华人在那边，而且力量还是蛮强大，但是没有声音。而且在历史上，中国大陆没有一个政治家在日本是当上议员的，只有台湾系有。从100多年前辜正甫的爸爸开始竞选国会，开始一直落选，一直到早10年前，哎，开始有联访，是在日本出生的台湾人后裔，是吧？啊，女的，那也是我们民主党的。现在我们民主党跟一个小党合并变成民进党，你知道吗？他现在是民进党，民进党，民进党。我听说了，你们台湾的，你们跟台湾民进党搞联欢吗？没有，想学台湾民进党再夺权嘛？我们以前，你像九三的时候，我们的首相。就像李玉和呢，周三铁梅呢，对那个日本那个首相做的时候，中国有个内部规定，抗日剧啊，坏人不能叫周三，不能叫周三。继续，现在安倍还是自民党的，自民党的。我先问问，咱们现在的新闻焦点话题是什么呢？安保法的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懂啊，我粗浅的理解，他们通过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日本赶出兵了，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当美国人在他的附近或者打仗或者他们的盟军嘛，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遇到战争，他们可以去帮忙，可以加油啊，或者是增援。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做那个维和部队，以前是不能带枪的，他们人也被人家打死，所以就不能自卫，所以这样通过以后，他们可以集体解禁集体自卫权，那就变成是以前是。个体的，现在集体的解禁以后可以带枪，不是？我就简单来说，按照现在通过的这个法案，日本能不能单独出兵去打一个国家？不可以，那当然不可以，那当然不可以。他只能跟着美国老大，对，你明白？我那天听，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吧，就是说他是跟着美国打，对，就美国要打谁呢？他呢，一个是可以做野战部队，就是说这就好像部队可以拿武器了，对吧？对。再有一种叫后援部队，就等于说美国兵打谁呢？美国打谁，他可以跟着去做寿司什么的，可能是是吧？后援部队。最现实的危机就是说，如果中美在南海擦枪走火的，日本军舰可以出现在那里，可以吗？他可以帮忙，可以，就他整个舰队都可以拉去，但是呢，但有一点要放心，就是我不是说我变成日本我就为日本讲话，不是为安倍讲话。日本只有29万的自卫队，他连自己的国家都没办法保卫，你说他去出兵去打人家干嘛呢？但是他的盟军的美国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但现在在日本的生活都过得好了。你像我儿子22岁了，马上大学毕业，上次我陪着他，他陪着我到街上去演讲的时候，我就跟选民们讲，我说我儿子22岁了，我是反对安保法的，我不愿意把我儿子带着枪到外面去打仗去，也不愿意去搞那种帮助美国去打仗吧。
这个我们是肯定反对。你看看出现在群众运动场合的李小牧啊，咱们看看，这是当年歌舞伎厅案内人呐，好家伙，在国会前面的战争，你是主张战争的是吧？我反对战争，你反对战争，反对强行反对，好强行反对。你看那个蚂蚁就是反的，你像小牧，星半夜还在那里下着雨吧，对，下着雨，头发都淋成汉奸一样。但是他是主张反对战争，这安倍，这是安倍，站到我后面的一个人戴着他的头套。哦，这是小牧在现场拍下来的，反对安倍。对，这个你看，那是国会嘛？后面是国会，人山人海，人山人海，人山人海，星半夜十二点。这一个日本民进党，就是你我问你，你比如说你选这个议员啊，是不是支持你的选票主要是华裔？不能这样讲，你歌舞新宿的外国人入籍的主要是韩国人比较多，那台湾系和中国人还不是多，中国人多在另外一个区，在池袋，所以呢我。要赢得的还是当地的日本的老百姓，最多给我票的。为什么我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一般一个候选的议员要准备一年，我才两个月，上届要半年，我才一个月，我能拿到1048票，只差300多票落选的话，是最因为就是这些牛郎子女们从来不去投票。牛郎子女，牛郎的子女，牛郎之女，通过他的无六安内以后，牛郎子女认识了，因为他满了18岁都可以陪啊，满了20岁可以陪酒抽烟的人，就是子女。我讲的子女就是陪酒小姐，哦，牛郎就是 hostel 男公关先生。嗯，所以我在竞选的时候，我就被歌舞伎町公认，我们民主党推荐，主要是夜总会的员工在选你，是吧？还真是这样。你因为他从来不去投票，我只能拿新票，因为老人票我拿不到。所以政治跟性的关系在小牧身上体现的最直接。正好在日语里面，性是与政治是发音一样，叫 seiji。seiji 下半身的 seiji 和上半身的 seiji。所以你看，咱们俩还真是这有缘。我在复旦写的同样的名字。咱们俩还真是有缘。你像我，对吧？当年那个《锵锵三人行》，这个18年前最早。都知道我也是讲黄段子的，当然那是我一个很我这个应该检讨的一个过去，但是毕竟那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对吧？那个时候你知道吗？相当一部分观众是那个深圳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夜总会的小姐，这我都不讳言。当时因为他们编的段子就说嘛，说这个文涛要是飞机失事了，深圳一半的夜总会下半旗致哀。就是那时候我要选举，我也是。你先别想着选举，你跟他们说你去夜总会，他们就给你免费。不是，那个时候也是中国的一个灰色地带的存在，有这个陪酒的嘛，就是，但是我就跟你讲，咱们这个也有名士风流呢。这个袁寒云，你知道这个袁世凯的那个二儿子嘛，对吧？袁寒云，他大儿子想继承什么地位什么的。这个袁寒云呢，不但是青红帮的堂主，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啊，那个文化水平只在我们比我们高不知多少倍。而且最厉害的就是最后在天津出殡的时候，几千妓女啊，也不能叫妓女，红风尘中的女子，几千人为袁寒云送殡。嗯，小牧那就是你人生的目标，是不是？大家小牧将来那就是日本，对吧？一条街歌舞伎厅的艺妓，哗哈，一半牛郎一半织女。对，这说的是的，说的是小牧啊。真是到最后投票那点，就是那群牛郎站在我后面跟我喊口号。牛郎，对，就围着我，跟着我满大街走。真是，这是议员，这年轻也是国家的宝贝啊，将来也是国家的未来，他也没犯罪，多好的事情，合理的存在的，他有合法的，多好。哦，原来他的选民，我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是我的政党里面，我的政治纲领里面的一条，就是提高风俗区的女孩子、男孩们子的社会地位，保险啊、福利啊，我要帮他去争取，所以他给我投票呀。我要打算我至少将来建慰安妇可以减少一些。你看，你看这个行业，你看在日本叫做风俗，风俗。哎，你看在中国古代啊，像这种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我不太确认这个范围的称呼，比如说有叫教坊的，你比如说是唐朝吧，还是更早的时候，它有点，我觉得有点像日本的艺妓。
也就等于是有时候你像是国家的一个乐舞的一些表演的女子的这种培养机构都有这种机构。当然后来中国还有一种，你比如他们就是讲所谓这个青楼女子，实际上很多青楼女子受到的是现在歌舞团，也甚至比歌舞团还高，甚至比就是她是识文断字，能够吟诗作赋，是吧？因为否则女的那个时候也没文化，只有他们有文化。对啊，他就是说，所以你看这日本文化跟中国文化很有关系。你看他就叫风俗，对，他管这个东西叫风俗。因为日本有喝酒的文化，当然我们中国也有喝酒的，对吧？但日本他一定是异性陪着的。安保法又到风俗。不是他这个真是，他真是你真是被他带。我们这一期的题目不是安保法吗？我本来想讲选举与政治，但是我一了解他的选民呢，这不又回去了？你我以为你洗白了，你怎么现在？没有，不，这我本来就没黑过，那不能讲他是黑，所以我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我是跟他们一样从那个社会里面出来的。所以吴志辉以前讲过一句政治很不正确的话，但很有名的。他就是说这个色情这个东西啊，跟政治一样，谁都知道脏，谁都还爱搞。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这个啾啾篇啊，咱们从这个性，咱们也往民族恨的方向去一下啊。这个徐老师，我要告诉大家，我就把徐老师出卖了，他去了靖国神社。哦，当然了，这个要知己知彼嘛，是吧？啊，当然你要深入敌后啊。去的啊，我这个深入敌后啊。好，我们看看徐老师在靖国神社发现了什么。你看，这个是他们的很多的大日本海军什么作战史，支那跟中国打仗的这些记录，这都是在靖国神社里的书店，是吧？对，再看下边，这是李登辉说那个钓鱼岛是日本的，所以呢，他们把他的书放在最明显的位置。他不是自己都是日本的吗？啊，然后你再看下边，这个是他们把跟中国打仗叫做支那事变。对，全部的作战图，你看他把朝鲜，你注意啊，他把朝鲜全部画成跟日本同一个颜色。哦，还有台湾啊，台湾，对，台湾全部颜色，对对对，同一个颜色。哎，这就像日本过去在东北盖的一些楼的那种红色，那个外墙的那个颜色。你再看下边，这个是他对中国的这个介绍，你看下面毛泽东、蒋介石。对不对啊？最主要是你看冯玉祥作战，就是说你要知道他来怎么来描写，他们完全没有侵略啊，这个事情是错啊，给人家带来灾难啊，他这是现在的公开的展览哦。你再看下边，这是。这是汪精卫啊，他是中华国民政府树立汪精卫的报告，这是他的官方也不能说官方了，他总是他是比较主流的。对国民的教育，就是对这个战争的整体的介绍。你再看下边，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外表。外表啊，那徐老师这次去了靖国神社之后有什么体会呢？我呢，大概90年代的最早去日本的时候呢，当时的日本汉学家都告诉我，日本人对中国人好感很多的，他们不喜欢的是韩国人，就是说那个时候基本上50%以上的日本人，甚至更多，对中国抱有好感。那么最新的调查是80%不友好对中国。那我呢，说实在话，我就非常感兴趣，我就不知道日本人，叫小木从日本来了，我就想知道日本人的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因为他政府的舆论的操控掀起了对中国的不友好呢，还是说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成长使得日本人觉得心里不爽呢，还是说日本啊，怎么一贯有一个战争输了以后的这个不服气的情绪，就他到底什么原因，
讨厌中国从小部分现在发展到大部分。哎，我也想知道。OK， 您讲的第三点是不存在的。我觉得应该是，第一点，媒体的导向是有。日本的，因为它的民放比较，我们讲民放，它不是国家的，国家的公营电视台只一个是 NHK， 其他都是民间的电视台，它为了收视率。现在直接一讲，但你前面讲一两个问题结合起一起来讲，就是因为中国强大了，就是他隔壁，他有点吃醋也好，有点担心也好，这是很正常，每个人也会有这样。加上这个以后，再加上中国如果出一点什么事儿，大爆，滚动式的爆，什么饺子啦、砸日本车啦、之类的，他就滚动的爆。再加上特别是现在中国的一些食品进到日本以后，饺子事件以后，连我们家儿子的小学啊，那个区的教育委员会给我发一个信件来说，实在是对不起，我们家呢坚决一定再不用中国的食材了。我看得很心疼，但是事实呢，就中国有些东西给他的东西，比如说查出的含重金属，蔬菜大米里面都有，还有加上我们现在天气环境不好，就给他们呢，就媒体的大肆的炒作，大肆的对中国就好，感觉到中国就是个虚假的一个强大，是吧？天气也不好，又有重金属突然被污染了，然后就变成中国是不可信，所以它变成只要有一点什么事情的话，加上砸车这些东西，他就很难接受。其实你真正到的那个国家，那么多人，你跟他在一起，他没认为你是中国人，我就不理你。对，这个照样到了商场，还是跟你鞠躬。你这不买他的东西，他也跟你鞠躬。对，这是他们的民俗。他把你带着走在那里，他在走过。你以为他要跟你一起在那里？不是，他在转。哎，那我问你，比如说这个新安保法，这照中国很多人的感觉就是这家要发动战争了，是吧？那么。假如说日本现在有人要发动战争，不可能，你觉得现在日本的这个年轻人，他们还能像当年的日本鬼子一样，就武士道，咋为国君，为天皇？已经没有了，早没有了。其实武士道所谓的这种，以前的这种以前的民族的精神，那个人英雄主义还比较重，那讲将军的年代，大将、将军、幕府的，现在已经都是日本都是团结，都不能太出人头地，不能是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穿衣服、讲话、声音都是一样，安安静静的，做一点小事都要五六个人一个组。我记得我在服装学校的时候，买个针、买个线、买个面料，要什么样，我们六个人开完会一起到街上去买了就搞这种事情，上厕所也一块去嘛。不是，但正是因为这样，万一这个群体受到一个极端的煽动，那不也一起相跟着去吗？是，但因为我应该这样讲，我看了将近30年，日本因为生活的还是比较安逸，比较和平，大家都想享受幸福生活，谁愿意去打仗？现在所以他招警察招不到呢，招自卫队员也找不到。所以反对安保法，你看有那么多人深更半夜，大夏天、大冬天，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连高中生都上街了，而且在大概是50年前反过安保法，就是安倍的外公那个安信介的那一年，因为死了一个东大的学生，然后他辞职是吧？还是通过了，那他还辞了职，那这次他为什么没辞职呢？因为还就是因为。更多的像当年的伤害那种还是没有，你就没死人，但是呢高中生大学生全部上开始上街了，已经快50年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日本要是还是反对，比如很多人还是反对日本就把自己置于战争危险之下嘛，对吧？但是这些人他担不担心，比如说因为媒体的这种煽动啊，他担不担心来自中国，比如说他们会不会说中国哪天要打我们怎么办？是，他有这个害怕吗？所以安倍之所以通过这个，两个原因，一个说是中国已经强大了，是吧？比方说去南海老了，而且以前我们有过仇恨，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如果没有美国的话，他们就会报复我们，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就是中国的军事强大了，又造了航空母舰，其实我也没看到有几艘在哪，反正天天就报这些，是吧？还有就是北朝鲜。北朝鲜只要飞一个东西来，所以他要解禁，飞了好几个东西，所以飞不知道掉哪儿去了，都往他那打，所以这是两个最重要的理由。他的媒体可以拿这个，安倍也拿这个来跟国民说事，但老百姓不相信。对，但是我问你，就老百姓对于这种被你，比如说我到加拿大，我觉得加拿大人安之若素，他们觉得我们把国防交给美国很好啊，对吧？我们发展经济，对吧？对，哎。
但是就日本人对于让美国保护着自己，他安心吗？其实呢，我可以讲，但我不知道安倍怎么想的。日本的任何一届领导人，事实上都不愿意美国。你说咱俩在两夫妻在做爱，被你一个警察看着，你说你舒服不？日本的三分之一的天空不是日本的。他的要美军的飞机能够通过的，他同意了的，所以羽田机场才增加了航班。现在要他通过，以前没有高层建筑，也是因为天空被美国人管制了。所以日本就是美国一个殖民地，所以你不要想他日本会来打中国，不可能。但是日本人对于美军的存在是其实是有不满意的，当然是不开心的。我曾经有一次开车走错路了，到了这个横须贺什么一个美军基地旁边，我开进去了，然后美国人他，那美国人态度很傲慢的，就是说你，然后一看哦，你不是日本人，他就走掉了。没有人会开车开到他基地去的，我这是完全无知的人才会开车开到他基地里去，但是他一后来一看，你不是日本人就走掉。日本人跟我讲，那个时候就讲过对美国人，但是另外一个叫人值得担忧的就是说，年轻人是很涣散，对。很英文虚无，甚至是吃汉堡包，对不对？听音乐的，但是年纪大的一辈人一直在对年轻人做一种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对不对？我最近连看了几部电影，重拍的三本五十六，还有一部电影讲最后一天，就日本最长的一天，就是天皇宣布要投降的那一天。啊，这同一个男主角演的，还有零那个飞机，零那个飞机，战机那个里边的故事讲的非常简单，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不理解他的祖父，觉得他祖父当年做的事情是错的，然后他就通过还原战争状态。这个日本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现在比方说文革不谈，但是没有人歌颂文革，日本是战争不谈，但是你看他们的电影里边，正面的电影里边都在歌颂战争英雄。不对，这个我要反驳。不是说我变成日本国家，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在讲什么叫和平，因为他认为他也是战争受害者。对，他是要还原当年的战争，就告诉你们不要去打仗，是伤害人。你看，您就是自己死了，老婆也到，老婆在等着他。但是他电影里边的主角都是英雄啊，但最后让人都是英雄，包括那个最后那个陆军司令最后剖腹，都是用歌颂的表情来不，他其实还是体会他一个什么样和平，就是不要死人，这什么人都死掉了，但他们就也变成了战争的受害者。他不是说他侵略了，那他不表现。对，他们的受害者是因为原子弹 是最后被美国人打坏。所以他就这个剖腹啊，我对日本整体当然我没有了解啊，我最近我也偶尔看了两个，给我有印象的一个呢是讲日本的这个剖腹的，就武士道自裁的这个结尾，有那个街头采访，访问一个日本年轻人，就说你羡慕不羡慕武士道的精神，你会不会剖腹？然后这个年轻人他说这意思，他说啊，如果现在啊这个天皇在发动我们去打仗的话，那么我呀，就是如果哪个国家再让我们去送命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国家应该推翻，我不会为了这个国家去打仗。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日本电视剧，就讲日本有一种类似于单口相声一样的东西，叫红什么鱼啊，里边有北野武，就日本这种玩意儿呢叫做落雨，就落雨家，有点像咱们单口相声。哎，我听见北野武讲了这么一段，这很有意思。他说：“你们都知道日本有个著名的英雄啊，四十七武士，对，为了主人，最近还重拍了电影，对，复仇这四十七武士。然后北野武就是讲什么叫落雨呢？就是或者说什么叫单口相声呢？他就说啊，这四十七武士，你知道吗？这个主人呢，他手下原本有350，为什么去舍命去为他不复仇的只有47个，那250个，那200多个去哪儿了？他说主子们失势了，树倒猢狲散，那200多个都跑了。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单口相声我们讲的就是那250多个的故事。这个你明白吗？你刚才讲这个风俗，你武士道是一种武士，是一个社会里的一种人，一种精神，但是并不等于全社会都是这种人。你看他这个，你看就像喜剧幽默往往来自于那个
那200多个贪生怕死的，更接近人性的，对，那主子不行了就跑的，那容易让人产生笑料。你看他这个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在我们这边就远远不止200多个，所以呢，很多人对中国人现在你要调查对日本没好感的，可能也是70%、80%。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呢，如果你经过一定时间的政治气氛的协调啊，像胡耀邦这样什么什么联欢啊什么，这个情绪容易改变。嗯，但是我不知道哈，我就怀疑，我就纠结，我就不知道日本人的这种仇华的这种情绪能不能消解。他的民族有很多优点，但是这些优点有时候啊，你看上去它是它的特点，全世界少有。随便举个例子，你在东京街上看到人穿衣服的一致性，嗯，是高过世界任何地方。他们围巾怎么围，衣服怎么样，比方对不对？嗯，很讲还是。然后现在新的那个明治神宫对面那条主要的街哈，两边不是走路吗？shopping 大道哈，我看见那个奇观shopping 的街哈，你站在高处一看哈。一条一单边的人行道上，一半是这么走的，一半是这么走的，整整齐齐的，对对。我晕了，就跟车道的红灯白灯一样。嗯，就是一个大街啊，逛街的地方啊，居然会形成这么走跟这么走的两行列。就像咱们上手扶电梯一样的，都是有左右之分的。这个民族性真是奇了怪。他那种整齐，那种团结，所以变成大灾难的时候，311的时候，你看震了他整个半个国家。那中国试试看，真的半规，那不闹翻天了？一点事没有。当然有些重建的那些居住的地方还在建，还没有完全像中国那么快，但是还是很安稳的。那么大的事情，所以日本民族的可尊敬的地方，也是他可怕的地方。对呀，啊，就是别害怕他。他你觉得你待了这么久，你觉得你了解他们吗？我觉得蛮了解，我就蛮了解他们的心思吗？但你就跟他一样的傻，你就变得聪明了。你别看他鞠躬点头，你跟他一样的，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入乡随俗嘛。他做什么你做什么，你慢慢会学的，你慢慢就会理解的。你不要，我不跟他学，我不愿意像他这样。那行，我愿意，我觉得接地气我才学。